之啊，弟兄之啊，祝安，祝安，何为其言呀？何为其言呀？君主可惜呀、啊！君主可惜呀、啊！不可憾呀、啊！不可憾呀、啊！可期呀、啊！可期呀、啊！不可忘，不可忘呀、啊！这个灾祸呢，就是去向孔子顶问孔子。灾祸呢，去向孔子问伊啦。修复不可雕啊，粪土之穷不可堪呀！伊呢，身体无解啊，唔过得性啊，真好。啊，所以呢，头脑好啊，足够。哦，伊有时就怀疑讲，老师讲叫咱着拢认真，认真去讲着个，伊即嘛着发心疑问。哦，着问嘛，讲真假是各自话，讲一个是一个人，一个学徒人，哦，人讲，啊，真有钱个，讲迄正内面个。有钱多，会使去做。请。那么这听球的人是敢是照起来就去做，有其中之啊？啊，敢是听安尼就去做？之外，孔子来讲，何为其言呢？太安尼就要去做啦。君子可惜呀、啊，君子会使去试问的，不可行呀、啊。但是袂使妨行害。可批啊，可以甲批，但是袂使妄想，无害道理都不能讲。啊，这是孔子啊，在讲这个人的这个心，哦，啊，甲讲咱心性一定爱智慧，啊，袂使无智慧。哦，这种是孔子虽然仁者之心。不埋有实力，人家心未使去用甲咱欺骗，所以咱心都爱地位，未使妄想。是，像孔子在观，既使人人不求生，亦害人，又杀生以成人。孔子曾经来讲，一个幼稚。一个思想，一个有真德的人，哦，无求生的孩子，无因为来为求于个人的生存，求于个人的名利来违背了正道，有杀生以成，杀生以成仁。哦，伫个修学过当中，嘛无的确讲伊这个心要安怎讲，最重要就是。是毋是即下条钱都无得上着？然后哦，牺牲个性命去完成目标。孔子个意思是，即个真正有志气、有仁德个人，应当奋不顾身地求取仁德，心存仁德。孔子是意思来讲啦，啊，即个真正个实行目标个人。这是这个行功立德的人，哦，应当不顾身，无为了伊个人的这个身体，哦，来求取这个人道宣传这个人道，哦，因为伊个人的身体，顾着个人这个身体，哦，啊，将人道要放弃，即使牺牲性命，啊、哦。也在所不惜，人世间无为了伊性命，哦，也着来顾全伊性命，真着来放开。当然，孔子所说是真正值得求取，哦，啊，值得宣传的真多啦。当然，孔圣人咧讲的，是讲爱下真理，下真。阿真道，啊，安尼达来做，不下真理，不下实际，袂使枉费一生。哦，所以不下真理，哦，到特别付出宝贵的生命去换来，否则
便不得的无义品性，无义品性。哦，来讲呢，人伫修学道过程中，嘛未使妄想的。哦，咱若妄想呢，咱就无采取行动了。付出这样重大的代价，在思想无合情理，咱会牺牲咱的性命。这样重大的代价呢，在我心中怀疑，是何凡事？有人道的地方，人家应该不顾一切，会去求处嘛？所以在我啊，伊心中是怀疑啊。怀疑讲是何有人道的地方，人家呢，都应该不顾一切。去求处啊！啊，空性人学道，咱这学道的人，哦，心中未使用怀疑的，啊，那用怀疑，咱修行学道就无合真理的理论，爱用实际，那用怀疑，所以人家拢应该不顾一切去求处啊！啊，这是。原地这是怎样安讲？所以提出这样一个事实上不可能、理论上不可说的这个问题来清晰工作，哦，是哦，这条原则有人道，人家应该一心一心随人道，甚至一心随人道，哦，这个怎样呢？伊就讲啦，哦，讲这个理论上会使，但是哦，事实上不可能。啊，理论上讲会通，来请教孔子，真正有人道，真正应该一心来随这个人道，牺牲性命吗？将孔子的答复可见伊。哦，破不立为天啊！可见孔子呢，伊就讲一套理论，哦，知我，但是伊想去了解，哦，所以破不立天，不立为天。人家虽然，哦，应有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勇气，但要顾及时刻，人家呢，虽然有。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这个勇气，但要顾及时刻。哦，人家虽然有着偌困难，伊未是全勇气，拢是这个勇气，但要顾及时刻。到底讲这代志是还是非，会使做还是未使做？哦。并非人死就是人啊，不是讲你去为死就是人道啊，不是啊。所以不好帮助属于误会者，勇气属于误会的勇气，只是一种的无用啊。啊，空性人呢，比如你那边打出我讲，啊，不好帮助属于误会者。而且用的是一款无好，一款无用的。要做代志，爱先准备好；要做代志，爱先准备好。在咱人道中，咱身为一个领者，咱要去度一个人，入凡这条道，咱就再准备好。我未来度伊，伊平常会兴趣是啥货，伊不足是啥货。咱会当了解伊的兴趣甲不足，来讲互伊当了解，安尼伊才会甲咱指导，才会甲咱学到。未使只干那标着讲好，我来我多，安尼伊一定失败，一定失败。所以咱来好好计划，来一旦就会有成功，啊。还有一款用，唔通去有人用，这是孔子在说，哦，是孔子说不出的，也是人家说不懂的，哦，那
咱会使公公，会使公公。在生活道当中，如果在道中，咱来知人用，爱有智慧，爱有仁慈，爱有勇气。咱呢，这回都受咱的恩典，咱才会空空来走出来。今日后日回去呢，要安怎向老母娘交代？用咱的祖师爷交代，在这个世间内面，咱要安怎向咱的师尊师父老大人交代？哦，世间是无常，所以一定要智慧，爱有心德，爱有勇气，啊，安尼啦，等等。所以孔子讲啊，文主可喜呀，不可憾呀。这是文殊啊，有说呀，文主可喜呀，不可忘呀。这是仁义呀。哦，圣人来讲，论书甲仁义，当工作上是互人了解。文主呢，总是教人做适当的选择。哦，孔子呢，孔圣人呢，总是教人做咱的适当的选择。咱袂使妄想，咱来安怎行，咱来避免，啊，适当的处理，爱用心来处理这个事，因为君子本性诚实，啊，很多人本性本来就诚实，咱袂使虚伪，诚诚实实做事，实实在在做人。这是咱每一个修道兄弟姐妹的一个关节，何况情理的话，可能一时受人欺骗，一时又真。人讲讲个足道理，啊，无可能一时受人甲恁欺骗，啊，咱去想想，像在我所假设的这个正教无存道，在我呢，一切。做一个比例，讲这条是真的。这条不合情理的事，文主任插是非；这条甲上来都不合情理的代志，咱作为文主，咱来要去了解这是是还是非，怎么可能哦？被蒙蔽，而轻易相信，咱袂使受了蒙蔽哦，而轻易来相信这公正，你甲上。世间足够讲话人足济，人讲死人讲甲变白，啊，咱呢？你是缘合多人，咱会生有地位吗？兄弟们，兄弟们，嗯。你们来说，咱袂使无智慧，咱袂使无观察是非。哦，咱袂使无观察是非。这样无合情的代志，君子观察是非，绝不可能不明白，而肯相信。哦，咱讲出来道理，咱会去听，也去观察。啊，会使从天理而相信，天理来猜测的哦，会使人随讲，啊，人随讲，啊，人随讲，控制在别人讲，个人不放下，以别啊，以爱情得稳定，爱个人放下，会使个人也放下，迄个方便就是好，你唔知你情理啥都是。哦，那么真正的真正，真正的文主必须相当，必须有，也有相当的地位，以辨别，以辨别所有的人都是非客，咱来合地位。哦，地人用三价，一定要有价。
咱照法度去了解人道的是非，得爱得不易，正会叫有为有信，教育正，搭配咱娱乐的公共物事，咱公共问题，财不抵买力，还是爱护的母的一生，正会咱讲，叫你讲白去哦。叫书风别去，啊，做无用的事情，来亲爱的，咱是有个爱心，已经拢做足了，相当一段时间。有诶发生，有诶较，甚至有诶比我搁较早。我是五十几年。我记得甲四年前，差不多五十个年头啦。啊，这段期间呢，我都还是，我这段期间还是，所以，我让叫王国明先生，叫王志勤你，我那唔捌，都提你老志勤你，老志勤你当时也带伊团啦。我的东西，因为伊对这个时间相当了解，伊个时代人，那亲像讲伊大约去参加去考试嘛，爱对这个相当了解。哎，咱讲起来做啊，咱一定爱互相见面，互相支持，互相指导，互相开路。咱为了要脱离了轮回，为了唔通带车，惊人搁再一人看咧，所以咱一定慢慢学，爱有智慧，啊，唔通妄想。所以我们一回做兵，就开始食素食。去三年做兵，嘛拢食素食，我咧班长就讲。啊、你回去再出啦，现在不要出了。啊，讲班长啊，讲班长班长，这是我父亲给我立愿的呢，我不出不行啊。哦，我班长，我班长就讲，真的吗？啊，班长，我不会骗你啊，骗你有什么用？骗你也没有钱赚嘛。所以讲啊，当班长的，讲每个在搞。慢慢来，慢慢来修，慢慢来。因为哦，人世间都是黑的，因为咱人呢拢是蒙蔽，哦，啊，咱呐无提出咱真正勇气，哦，真正做困难的呢。我在这边去妈祖，无当兵啊，难吃呢。哦，伊妈祖无当兵啊，难吃呢。哦，啊，我马上去去搞，没打无得。哦，啊叫，哦叫人，我冲完了，啊一个人煮一礼拜，但轮到我煮，我嘛敢煮啊。哦，啊我就讲问，恁请人上咸就敢讲呢，我也袂使试咸，咸正真呢。你啦，你啦，好你，你个物件都都叫我做我做咩？哎呀，好好，没啊啦，我没啊啦，啊，但是咱都是黑的，好好，大家都是黑的啊，嗯，哦，你讲啊，三二天就干啦，哦，干三二天就干啦，无黑咱倒退袂，所以咱一家透过一本经典，咱就是黑，好自己，咱就来先去。主啊，稳住啊！主啊，主啊，稳住破坏无，稳住破坏无，欲止嘞，欲止嘞，也可以还你无，也可以不还你无。稳住嘞，爱公婆，是啊，爱情真英雄，真真泰，因为圣人的经典。修行的法则，拢也是真文章的。
安怎样向前呢？控告自在。所以后壁就讲叫咱欲止咧，啊，爱欲止咧，袂使干呐破伊门，爱有力来约束咱这个情绪，使乎咱真正啊稳力合一，毋是干呐平易，爱捌礼仪。啊，无那安尼呢？咱伫真人生大出大路咧行，咱袂需要跋倒。圣人呢，我感觉圣人呢是才可可亲可敬，逐项都甲咱教着，无像甲咱教着啦，你若真足甲看，啊啊真足甲想，真足看，真足甲想，真足甲体会，哦，圣人就是圣人，甲咱凡夫就是凡夫，所以咱要好好研究。有哪会当破格疑问欲止咧？那么哪咱的这段修行的过程中，咱就获得，咱就获得，安尼过得就快乐。人生到有啥快乐？你讲上不是足侪钱咧快乐呢？不是，啊，你看看王一平先生，伊咧惊死啊！哦，那听着讲，搁找着讲王一平先生。伊对一只鸡不一定啊，但是只嘛又不得声，这是些人代志啊。哦，啊，过迄个过另外一个闽南人，即个做什么？叫马哦，哦，对啦，即个中环哦，长荣哦，长荣啊，哦，长荣嘛，伊嘛是安尼啊，所以唔是有钱的快乐，嘛唔是富家的快乐。真理予咱个快乐，真理予咱个新鲜，所以想来想快乐，学道、行道、习道想快乐，咱个人生无啥。你若看孔子在佛道上面，一旦树一条路，人不堪其回啊，不堪其乐，天灾鬼殃，啊、哦！所以咱去慢慢去。是咪？孔子甲着弟子之风讲不话，破格疑问欲止咧。哦，孔子呢教伊弟子的这个风讲，哦，不话无离开这两方，破格疑问欲止咧，两大端。朱元篇，元篇就是讲，夫子循循善诱，破格疑问欲止咧。辅助是安尼顺顺的靠引流，慢慢的靠引流，所以咱对咱的佛学，对咱的佛缘，咱呐爱顺顺相由。哦，一心学了眼学了孔夫子的道，上一米高，站一米低，将之在前，不言在后。因为伊甲后人个了解，哦，阮老师的道就是这么的妙啊。愈甲看，愈悬；愈甲研究，愈深。哦，伊呾讲，伊个心得呾讲，辅助是循循善诱，碰一问，用我一点，欲罢不能，气皆不在，如有所得的念。伊到尾啊，研究道，会遏制你阿后。哦，讲道呾就伫个面头前，即个引诱啊，哦。通过伊问，要问伊咧，慢慢听伊来研究出来了，才知影讲，哦，辅助的多，遮尔那好，甲看咱从面头前，啊，详细你甲看嘛详细，伊会走去后边去，哦，各位阿婆也都想，咱唔免讲到一家安怎，伊对一件都有多人心，都有多人爱，只要从前咱向伊来去，咱向伊去。所以呢，所以破门啊，欲立是破门是基本的一旧功能。因为古代圣人的家言意言都记载在诗、书、礼乐之类的典籍。较早啊，
你眼内面会变质。一切做人处世的道理，也都保存在内，拢记载在心。啊，所以孔子呢，修礼乐，赞春秋，伊太对礼记成相，礼记但对尧帝相。尧帝以前敢无历史？有啊。尧帝甲玄奘入地时阵，要千万年历史啊。因为孔子呢，要写这物件，一定爱有根有据，无根无据，绝对袂使有写。啊，所以呢，咱伫宣传佛学，咱徛伫简单的讲，嘛爱有根据，无根据袂使胡乱讲，吼。捌的人足济，捌比咱较济人嘛足济。啊，咱若讲一句对，伊就讲无啊，你拢无会准的。好，所以咱拢一定来博学无用，用实力。有真正的实际，咱才讲出来；无真正实际，咱袂使胡乱讲。好，所以呢，咱。一切做人处世的道理，也拢保存在心内面。哦，博览古籍，可以多闻多见，道知古圣贤人的言言。哦，咱博览古籍，咱会当多看、多听，多闻多见，道知多知影。古圣贤人的言言，咱过去的圣人、甲贤人的言甲行，都了解人生的真实，真理是啥？了解人生的这个真理是啥？从历史莫言，积极努力，尽量咱。是我们慢慢来吃，慢慢来吃，安尼来，咱就得大智用。但多学问是不着急的，终究有问题。咱若甲人看经典，甲人无着急的，咱终究有问题。甲人要捌足济字，捌足济经典。咱爱要做出来，爱要做出来。所以以前要平调，所以博学无问啊，要字嘞，文甲字爱平调，爱平调。所以玉字嘞，就如辅助各代人言的书文，这个字就是专指本身运动者。运动持久的这个中道，感恩父母，孔子话，切记何必为人，其实切记何必为人，为人要记住自己的存在，难得听到这孔子话，哪里是哪里，伊就即时为阮亲闻之故，老师的讲解足好足好足重点，伊若要做要对对下去。所以孔子那先解释了，这四条先怎么当关起来？四个门关起来了，安怎样？后日归空要走到倒找？后日归空会来走对中门，对玄关会跳出。安尼咱待回归咱本来面目。无咱会当回归咱本来。所以呢，爱持守中道，也是做人应有的态度。咱爱守中道，所以我第一讲讲偏执中不一致用，中者个那是正道，用者个那是偏离。足简单嘞，足简单。啊，咱是偏过了去做呢，咱也要去做，照咱去做，咱。所以切记。
我爱讲，做人应该态度要积极非常少。不分初中、大学的基本地理，咱大家是注意安全的基本的地理。来到这是气氛比较方便，不结果是了开始了后，咱就知影。但见着咱的庐山真面目，咱就知影讲哦，我就是伫遐来。哦，我就是安怎来的。玉美如同大侠的心意，正心是真。玉美就亲像大侠来讲正心。啊，心意正心是心。哦，你啊，无心意，伊若无心，心若无情，心若无思，咱无法度谈交美。两者并肩健康，爱搭相搭好势，亲像咱咧搭友谊小山。哦，未失亲，无搭平衡。哦。道兵在道头天，这是地的良心的工作。那么咱安尼，真个很难平定，咱就是地得的，真正的心的是工作，这未做出毁灭幻想，咱当然做出毁灭幻想，以德换德，你才是正确的啊。真亲，大真亲，大真世间，一定袂使背怨背礼，安个还乡。哦，若背礼还乡，咱离道啊，变袂啦。哦，但是嘛，咱一定爱了解，了解，袂使无了解。过来，助见男主，助见男主，诸罗汉耶。诸罗不竭，不住四时万，不住四时万，无所恒常，天养气，天养气，男主呢是这个啊，是这个的一个足水的啊的一个夫人。谢完工，那么工作起底啊？哦，起底啊！那么工资一点哦，这两个皇帝哦，这诸侯想要叫你来做伊的国君，那么这男主呢，就要见公主，啊，公主呢，要见公主。公主有钱无？啊，主罗呢就无欢喜，讲你去，你太会使去娶迄个查某嘞，哦，迄个小姐呢袂使。公主甲讲，我是徛伫正理伫行，哦，我若袂使，大家拢袂使啦，哦，所以我所保证的上天就应允。上天就应，所以孔子呢有去见伊无？有，所以是孔子哦，而且不是啊，做齐王公啊，为国为人公啊。孔子去见男主是事实，诸侯无欢喜嘛是事实啊。孔子确实确实是，孔子嘛来讲。死是一个真严重，你有哪亲像多数学生，多什么字，问题就是爱的认知，无所不知。啊，我认为袂使，啊，我认为袂使。孔子告诉诸侯啊，你的看法跟我无相像，跟我无相像。是哩。啊，有注意古人古人咧讲诶，万事随缘依旧行，人生最怕是流言。什么代志无一人了解真正究竟？啊，世间最惊就是讲流言，有时众口不
一种即开消魂。哦，伊会使听你讲，哦，伊讲我人咧讲，阮人真正有影。哦，即开个当消魂，是爱飞步，一日来，哦，无得无去，伊也可能当时一贯都伫咱满头出课了，伫已经伊遐出课，哦。大家拢讲一贯都安怎啊，都安怎，咁唔一样。所以迄阵讲到拢作安尼啊，但只因大家较相信，一贯都真正唔歹。哦，所以